彭正敏换签名，图记者王真瑜，社记者王真瑜。台中报道，中信兄弟精神领袖恰恰彭正敏今年球季结束打完将退下球员身份，本季也换了签名方式，希望给球迷不同的收藏。最后一年了，希望他们可以拥有不同的纪念。2001年加盟兄弟至今，彭正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签名，包括彭正敏23、彭正敏23、恰恰、恰恰23等。新年再度改变签名方式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职棒打这么久了，希望自己能给球迷不同的收藏，也记录那几年不一样的时刻。这次改变签名方式，彭正敏笑说，练了一个春训，还是要思考一下怎么签，让球迷有收藏的意义。恰是签名更改，彭正敏透过粉丝团宣布此消息，他也透露发现有小朋友在签名过程不慎被撞倒，希望球迷能够注意安全，并强调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很乐意帮大家签名。贴心的恰恰最后在文末提醒，最近天气变化大，希望球迷朋友能够注意保暖。